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画画的大王老师。这期视频我用一块椭圆形的石头给大家画一条金龙鱼，取石头在画之前清洗晾干就可以了。创作石头画作品，我一般用自动铅笔打型，然后用黑色丙烯颜料描稿。打型和描稿是一个基本功，平时大家要多练习，熟能生巧。